有台湾天才骇客之称的张启源七日在脸书发文抱怨，台中夜市真的90%都是8+9，不是边走边抽烟，就是店家放难听抖音歌，或是放911的歌，品味真的很差。同时痛批靠近台中七期逢甲路边有大量违停车辆，更无奈吐槽一堆C200在路边违停，去逢甲的路上就看到快20台，是团购有特价吗？后文一出，除了引发网友热议外，更调出911的建制留言，哈，可是我们新专辑很好听呢。我知道了啦，你不习惯夜市的喇叭。4月15我们小巨蛋演唱会，喇叭很猛，大方邀约，如果你有空跟我说，我是建制，你可以多带一位哟。谢谢你知道我们的歌。而建制高 EQ 的回应也获得网友一面倒大赞，对此张启源昨九日深夜也秀出 ChatGPT 页面截图，直言一切都是 AI 教的。